静静。那无静静哦，你就会退步的。哦，所以这话根本真要紧。那么专心，啊专心，啊意在就是专心了后，就是讲，你，两气分阴阳，哦，迄个妙在那是分阳。这个时阵啊，两气分阴阳，你完成啊，哦，你圆满哦，啊已经浩然气有成果出啊。啊，你就是表示讲，你已经有迄个动静的现象嘛。是，动静的现象了后，伊个什么这些建议啊，会走，就无在这去啊，什么会走去你确实的所在。哦，啊确实，啊你都爱确，为什么那样呢？那得走确实的，因为你就是断绝无边啊，断绝无。有病为准嘛，断绝无准，啊，加这护养无着咯，因为这比如这病的关系，啊，你啊个你个在初期的这个动静哦，肾功是啊个疏动归动，啊，所以哦，这个断绝无准的啊，啊无感觉，哦，也唔知影，因为这影响到这个动静啊，啊你唔知影。啊，即个固然无得咯，哦，啊，即个你个关照伊个心哦，有时啊有够，有时啊无够安尼哦，即下会出现即、這个毛病，啊，出现毛病哦，啊，你都渐渐去推去，啊，所以讲，即摆已经一个促性啊，啊，你就爱练招，练气化性啊，哦，你爱去练性啊，哦，啊，你再一直进步。啊！你若如果你若再去接触，再去接触的时候，你还搁在伫咧中迄个医疗嘛，或伫咧注意咧人气。因为头一个是，迄个意是真理，真理就是哦，迄个心啊，迄就是真理，就是个在顺用的，哦，就妙就对啦。哦，啊，你这个妙。在这两期，啊，你这两期，啊，这一个出现啦，啊，出现了也妙哦，也妙就是这个也特殊的呀，哦，啊，你无在我们两期啊，你变成这什么啦？你啊，我在两期哦，你用意识，不是用心的，你啊，你这边啊，变成也意哦，是也意识，啊，意识变成都啊，都应用到迄个。一起，流动啊，或者一应用，所以吼，变成天然。哦，比如咱这起人教起的转，对不对呐？啊，你两个出来容易，意识上加容易，哎呀，一些就天然啊，哦，就发变嘞。啊，你两个人家里吼，家务啊。黑气哦，有些流通，哦，啊，你那是啊，你一两个高雷，哎，伊就，伊在，这可以，这就是，这就停啊，哦，那意思就是讲，你唔能去怪我，去接到黑气，伊就爱关心这个，作心啊，哦，啊，你这边叫停气啊，啊，伊那停气了，你也都，不来无一耗人气哦。你连耗人气都无去，啊无去就对退嘛，啊无进就退啊，啊就退哦，啊你就到尾啊你进前的所有的物件退了了，啊就是讲枉费功夫，啊你才是，啊所以这段是要尽量去就是爱接住，爱接住。老师，所以讲这个全身意在续神，这是不断的改端了，对不对？全身都是指这个搓阶段啦，吼，要搓嗨，就是咱来动作配合呼吸嘛，吼，啊来对准这个耗然气心无所。对。哦，啊这段啊达到以后，你要搁进步，啊你就袂使搁接着这个二气分阴阳啊，你爱进步加蓄神，就是调神的部分。啊，你叫我都不进步，变真动静的。对。是，哇，这是真正是敏感的吼。
关于这个曲线的部分吼，确实是真歹无简单要表达，会使拜托老师，比如看什么神态，这曲线的情况，那个神态。曲线吼，曲线就是咧，诶，会使讲培养精神啊，培养精气神。这个还不用，还不用哎，你精神还不不用，你那你辛苦，生命还健康，还是依然都培养精神，精神的充沛，啊，精神充沛就来培养啊，啊，再精神再充沛，哦，哎，感官，这样哦，太极拳的身啊，也是哦，哎，这要隔一段时间，你的动作配合呼吸的迄段。那底下就在要注意作息了，哎，作息就培养精神了，哦，啊，这个神哦，下面叫做神啊，就是讲，今一个，猫咧要打猫鼠，一个在底下咧关照的，那就是神啊，哦，那就是神啊，啊，那神就是讲咧，那猫那神态。下面底下那个叫，所以讲你后面爱管教，管教越紧哦，是吧？越闲啊，越神态啊，哦，啊，一家叫，要动静哦，越紧在如来，在那个新的细胞哦，在你三星，哦，妙在你出现，啊，新的一个那个身体就是哦。你一直淘汰，那个骨的细胞一直淘汰，啊，主要就是新的一直来，安尼哦，淘汰这新陈代谢才旺盛，啊，免疫力才增加的，哎，也是益寿延年，不老是就是安减慢老化，就是在靠这个爱培养新陈代谢，所以讲这个神。请教老师，请教老师，这个跳绳哈，也要练的，这个绳要安怎跳？啊，这咱这个跳绳哦，咱一个方法，是，就是讲拿花针了哦，迄气呐，花针了哦，啊，即款就是爱树瘤的，迄个意念爱倒转来，啊，袂离正中，啊，先决定，啊，你袂离，啊，你个手个。正宗就是为伊个修炼，啊修炼吼，啊为伊，啊就爱这严打，这身体条件就爱严打，所以讲爱迈步如猫行，所以这段为伊正宗身观定哦，这位讲解哦，会较费时间，较复杂个了，啊所以这个我看这部分哦，来下回再过来讲解。请教老师吼，伊这个伊半段的文，伊讲再气则滞，哦啊是什么气？是你讲什么气？再气则滞。再气呢，就是咱的咱这个儿媳妇你俩吼，就是注重后天气、阴间的气，那个注重冷气啊，哦，注重冷气啊，那不再气啊。不再去的时候，莫过再注重那冷气啊，那里，那冷气要都要放下，啊对吧？就要注重心啊。再进步了对啦，啊无你一直停在那个四栋飞栋遐就对啦。你若定定中那冷气哦，你会停遐，啊就无进，啊就变成退步，无进就停，啊就要往外跑。我接着伊讲，有气则无力。气则成刚，这个在讲什么意义？有气则无力，就是讲哦，你若是啊过一个哦，接触迄个气哦，就是讲，若有迄个气诶，迄个有意有接触，意念有咧接触气哦，那迄个按钮都有气，啊，若有气就无力，就是无动力，啊，就是静。
迄就是讲无机食，要顺降落来啊。是是是。老师啊，是是是。老师拄仔有讲到讲这个美甲吼，咱后抓要讲这个位于正宗神冠顶啦吼。迄、那个顶吼，甲迄个进前讲的迄个顶头型的顶吼，毋知是迄个指什么所在，是指头壳还是指倒位？即摆来讲讲这个顶啊，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顶头型啦，也是讲神冠顶啦，吼，是是，啊，拢有这个顶，这顶，哦，啊，有诶顶头甲顶，啊，这到底是咧讲啥物？是，哦，这个顶就是咧讲顶八卦，哦，顶八卦，哎，上头顶，顶八卦，哦，因为咱咧无路话哦，拢是咧上头来要钱，嗯，啊，加这顶，这顶，啊，加伊，加伊面也要钱，加交这伊面。这样是圆头啦，圆头，啊，顶头啦，顶头，哦，啊，顶头圆头，顶头圆，顶八卦，哎，那是圆头就是这腰椎啦，所以讲，顶八卦，所以古代迄个古人的古代人的讲法哦，是，对，因为咱现代人较袂有啥一个误会，嗯，语言哦无同款，讲法无同啊。是，迄就是爱顶多些，就是即个顶头这样，爱个爱个斜肩，斜肩就是哦，安尼斜左，就是个提精神的对吧？即个精神个体现，这顶八卦，顶八卦叫提起来，叫提起，想到顶些了，哎，哦，顶八卦，是，还是咩八卦，八卦就是哦。安全包括这家的，是爱多包的，是，啊是地头壳顶安尼可能就会高血压就对啦，啊那是哦，误会用迄个头壳顶的哦，安尼对健康就会影响啊，是，所以要特别注意，是，即不能受伊头壳顶的，是，哦，我迄个语言哦无共，国家人民讲话无共，所以即特别来注意讲即顶就是讲。上手中，上手哦，这个顶头，这顶头，啊，这个下面，这个弯头，弯头，是，谢谢老师，感恩老师，确实是真个。感恩老师，我甲老师做一个报告吼，今仔日老师的课程重点，就是咧讲咱要应该爱进到这个练气化形的这个阶段，哦，啊，主要这个今仔日的课程就是咧讲。主要这个意就是要跳绳，哦，啊，那跳绳就是意为主宰，啊，自然而然哦，伊就是会达到这个意之所至，气之至的，可以讲就是专心哦，专精神做内观的工程，就去感受第一点，哦，啊，第二点就是讲不再气，唔好去执着这个东西。唔好去停留伫两气的这个问题，甲用力的迄个力气，吼、哦、第二点，啊，要安怎做？吼、哦，正确方面就是讲，唔好去加迄个意识，爱手势用根，用迄个根性落去做关节，吼、哦、啊，自然而然伊就会达到迄个气如初轮，吼、哦，这
迈步如猫行的那个重点。这是属于要讲的这个维尼正宗神观的一些秘诀，秘诀要点要关哦，就爱请这个是这个。